月之前，比方说那个磨磨涂漆呀，就是那个。你会吗？你先示范一下。我比油价不行，我没学过油价。我没这个，一个是。那你洗澡好吗？来，然后现在你可以到哪里的手？左手。这个肯定，如果没有练过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我每天都是这样子站着这样做事情的。不，哇，跟这个差不多，跟这个差不多。然后这个其他才是房子。那我现在看你讲这个就知道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有没有办法？谁可以 PK 吗？有办法？大腿都太僵硬了。你来了，这。我就怕那个步骤破开了。是吧？男生。我怕他之前会接这种。会接跳。